日本的奇葩娃娃机都是怎么坑人的。今天发现一家假娃娃店啊，这边不光有普通的假娃娃机，也有超多奇葩的。先来换着零钱，换了1000日元的硬币。先来玩一下这个快乐推推机，规则是这样子的：把100日元投进去之后，就会把汽水往前面的洞口推。来试试水，保持冷静，找准时机。失败了，再来试一次，这次肯定可以。来看下一个无敌转转机，第一次没有把握住机会，来看看这次会不会夹到。哇哦，太棒了！来试最后一次，给点力啊，兄弟。兄弟们来看下一台啊，这叫蛋蛋摔跤场吧。规则就是用爪子把蛋推下去，就像这样，简简单。这次想办法从旁边推下去，感觉可以哦。再来试试这台掉了就是我输机，一次100日元，6秒内可以射无限子弹，只要把东西射掉了就是你的。这也太坑了吧！再挑战这个魔爪推推机，再换上1000日元。